是有价值的，不过我觉得 One Thing 已经意识到了，就像是之前开机走过来看，他不知道 B 团哦，哎呦，哇，一个人，他一个人卡全部哎，超人这边回推是有影，你拿野魔城凯撒，但是这边要上天的吗？侧面上的凯撒直接交出来，但是俊孝先行中花掉，我娃这边上天打出很多的伤害，俊孝往前顶配了，还在往前做进场，真的这个伤害太高了，是直接转慢，可爱要倒了，而且这边换的哈提往前做进攻，咒语换的也是宰掉对方史莱兹，怎样我娃一个人能够走掉吗？这边想找上做风筝，而且呢威仪稍微拉了一下之后呢，这个五杀能拿到手吗？哈提这边。让了一下，还在让，哇！咒语出手，五连杀，太残忍了，直接让哈提拿到了五连杀。这个 match One Team 拿下了两个五连杀。这边的话呢，可爱也是被我王给追杀，上天打了一炮。这边瞬移配上致命消息罐，没了，超人倒下，原来超人也是会流血的。哇！刚才在凯撒池那边，可爱的超人那个控制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但是大家却没有留下一个关键的控制，让他反而让哈提的外伤是转满的。是，Mega Kill。